我要上火，我要上火！大宝火气值80，不能参加王子比赛。我要上火，我要上火！小贝火气值100，可以参加公主比赛。耶！老师，你看我，我要上火，我要上火！小雪火气值100，也可以参加公主比赛。太好了！我也要参加比赛。老师，你等着。耶！快来投票给最帅王子啊！我来了，大宝，哪里有最帅的王子？不就是我吗？快给我投票吧！切，你才不是呢！哼，你不给我投票，自然有人给我投票。快来投票了，大家快来给王子投票了！大宝，谢谢你为我拉票。说什么呢？我是在为我自己拉票。可是你说让大家来给王子投票，我就是王子啊！臭美，谁是真正的王子还不一定呢。可我的名字就叫王子。什么？我可不能输你，我也要再起个响亮的名字。小精灵，我要起个名字，最好是帅一点的。帅一点的名字，那你叫帅大宝怎么样？帅大宝，哎，这个名字也不错。谢谢你，小精灵。哦，对了，小精灵，我想参加王子比赛，可是我的火气值还不够，你能借给我点吗？精灵之力。好了，这次你的火气值肯定够了。我要上火，我要上火！老师，你看，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吧？火气值100，可以参加。嘿，我去了。我是小雪，我是小贝，大家喜欢我们就快给我们投票吧！我给小雪姐姐投一票，我给小贝姐姐投一票，我投给我吧，安娜，只要你投我一票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送给你。安娜，投给我，你要是投给我，我也可以什么都送给你。小雪姐姐、小贝姐姐，我都喜欢。我真的不知道投给谁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帮帮我吧。要是希望我投小雪姐姐的，白送11；要是希望我投小贝姐姐的，白送22。啊，小雪姐姐，我投给你了。谢谢你，安娜。太好了，我赢了。我不服。现在是王子比赛时间，谁来跟我比呀？大宝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，我现在的名字是帅大宝，请叫我帅大宝。帅大宝，我们开始吧。大家喜欢我的，就给我投票吧。大家都给我投票，我才是最适合当王子的人。不要给这个叫王子的人投票。大宝，那我们公平竞争，喜欢我的发送111，喜欢我的发送22。我投给王子哥哥，王子哥哥加油！谢谢你，兄妹。大宝哥哥，我支持你，给你一票，你也要加油。谢谢你，长发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。又到我了，我又不知道选谁了。安娜，别纠结了，就选我吧。安娜妹妹，不要听大宝的，你想选谁就选谁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选谁当王子呢？选大宝哥哥还是王子哥哥呢？